这是谁的小美腿啊？小是我小早上好啊！昨晚上我都丢了，买的新袜子了啊，哦，那个袜子被搞烂去。昨晚上鞋穿了不？看你还拉，还拉嘞呢，你拉谁鞋？穿美美鞋吧。啊，昨天那个叔叔送的美美鞋啊，没有哦，这是阿婆买的。阿婆买的，嗯，这是哦，我以为是那个叔叔送的。叔叔送，那是婆婆。婆婆啊，哎，你跟我讲什么？婆婆送衣服和帽子，阿婆买了两双鞋子。这样子扁嘴是什么意思？阿婆早就想买鞋子给她了，太小了，哪里穿的？现在可以穿。衣服上合适的。这个又软，这个好好的。嗯。那伯伯，伯伯是老爸的兄弟哦，一个村的。的兄弟。哇，好帅呀，萌萌哒，这个鞋子。来，哇塞，坐起来。飞机。坐起来，看这是啥？看一下你的新鞋子。这里，看这里。看哪里？好宝贝，你的新鞋子啊。这里，你扯了。看你老是扯袜子。咦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嘛？哈，这是什么嘛？美不美？帅不帅？嘿嘿嘿，新鞋子吧，扯不下来了，一天扯坏一双袜子。那还有这个，哎呦，新妈妈又得一顶新妈妈，昨天买了一顶蓝色的。哇，谁这么可爱？没有戴好这个帽子，呦，哎这，哎这。我起不来了，生气了。那你喊舅娘啊，啊，喊舅娘。哇，好不好看？走两步，来试一下，走两步。一二三四五。你听到阿婆唱歌，鞋子都掉出来了。呢，糖宝贝，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。凉茶哦，自己想喝啊。好的。跟舅娘拜拜。你回去啊？我回吧。神经，骑慢点开。我车子马上到了，应该比我先到，妈的，在我后面才到。等一下，舅娘就回，拿根鞭子给你家舅，居然比我还后面到。我也不饿，我减肥了，要有什么资格吃饭嘛我？你叫那个来接你回去啊？开玩笑，难道我还叫谁？我还能叫谁来接我？那你干嘛不说说是路从柳州，你在柳州下车呢？那个行李不方便拿呀？不是压在下面了吗？我的行李。回来得直接买人的就行了。那个行李压在下面不好拿，我叫他回来接我。我就一个箱子的羊没有嘞。这有个这么熟的，填得进去了。